那个是右脚，可脚吗？那个是左脚。对，对讲。Hello。嗯。爸比。哎。姑姑在，他又在亮红灯了。姑姑又在亮红灯了。好，爸比姐，等一下检查一下。你会看。哦，有，爸比有看到。嗯，看，那他走出来，他会按，他会动吗？按你的后。会啊。那出来他会亮红灯吗？出来就不会了。他又看小米哥哥，你看，又看他的马，应该他。电池了，好，爸比检查一下，特别的，嗯，对，吸尘器蛋，吸尘器蛋，为什么叫吸尘器蛋？又的一个吸尘器蛋，嗯，吸尘器蛋，汤圆吃早餐，汤圆吃昨天没有吃完剩一半的坚果起司馒头。对不对？还有刚刚自己剥的水煮蛋，对不对？怎么了？干嘛抓头？干嘛抓头？所知的样子。嗯，没有咬到蛋黄。我只咬到蛋白。你只咬到蛋白啊？咬到豆腐碗。哦，啊，你说什么？扶碗。扶碗，对，老师说吃饭要扶着碗，没错。妈咪，哟，我们双胞胎他都是直接吃的。双胞胎会直接吃啊？嗯，但他说不会扶碗，啊，他都不知道。哦，你们班上那个双胞胎不知道啊？那你要教他们啊，说吃饭要扶着碗。今天吃味噌汤面，然后还有炸鸡块，嗯，空心菜。嗯，我怎么咬到这条面呢？肚子饿饿了，还有蛋，有豆腐，还有鱼。跟芭比妈咪一起吃晚餐喽！啊，你刚绘本的人，嗯，你拿着我这个盒子给你，好，那我这我的这边，我家里准备准备，然后你去图书馆，那边是拿。图书馆的人，嗯，忘了。你好，你又来借书了。嗯，好。我拿一本虫虫的书。好的，那你出来拿一本是虫虫的书。我先送我五本，只能一本读吗？嗯，你先拿一本。你看你要最想听的哪一本？我想知道我最想听。你昨天有听袋鼠的故事要听吗？对呀。好了，嗯，对，鳄鱼的故事。为什么楚楚又弹出来了？不懂了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对，他在对下去。对。
还有那些小扣扣扣，快点的，快点的。哇，阿牛就跑出来了呢。瓜牛，瓜牛跑出来，他瓜牛也来送信了。为什么瓜牛也来送信了？瓜牛也来送给鳄鱼信啊。来什么？因为鳄鱼有信。那鳄鱼有信。鳄鱼说啊，你忘记今天是我的生日了，我睡过头了。那、我要赶快吃完早餐出门喽。结果你看，哇，赶不上公车，公车走咯。没有啦，他只是开过来。哦，他开过来。然后呢，那你说，等等，我要上车哟，这样吗？不在。那你好。他带着那开上车。嗯。好。哇，然后就去逛街啦。然后包包的有那么鞋子的，来来看看，这个包，哦，我想要套一些鞋子，我想要买一双新鞋。为什么他没有进来？嗯，对呀、啊，为什么？嗯，因为大家都是帮鳄鱼做准备。为什么他要借自己的这个？嗯，小猴子贪吃啊，他想要先吃。那我再给他先吃啊。嗯，因为看起来很好吃，他忍不住了。因为等鳄鱼回来庆祝他的生日，就忍不住想要偷吃这个蛋糕。因为他肚子饿了吗？对呀、啊。我也要吃一口。好。这宝要睡觉啦、啊，要拿出来哟。好，我等一下把你水记得拿出去。好，青青喝完水睡觉，睡觉了。OK。好，明天芭比送你去学校。那你就我们一起啦。我们一起吗？好的。嘿，对呀。那再看看啦，看你如果早起的话。然后你准备的很快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出门。为什么你去到芭比接我去上学？芭比送你去上学。为什么？因为芭比这几天没有工作啊，所以他可以送你去上学。为什么？嗯，他们去工作。因为就没有工作。那芭比怎么不想一起工作？哦，下个礼拜啊。天吗？嗯，再好几天。五天吗？对吗？小勇君晚安。有吗？好了，要洗澡了。好了，不用洗澡。六度。小勇君，你有没有在睡觉？可以。小勇君，你有没有在？